在 iPhone 上使用 Safari 浏览器。如果你开启太多分页的话，想要快速找到某个内容变成非常麻烦，很花时间。此时你可以利用它的标签页搜寻功能，只要滑到最上方，就可以看到一个搜寻框。比如我们可以搜寻天气，就可以快速找到天气分页的内容。NBA， 只要利用那个标签页搜寻功能，就可以快速找到想要的标签，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